当若乱，天下武林则乱。包围武当，我家古剑与秘籍交付于你。继而定苦练武艺，完成师祖重托。七星剑一事，不单关系到我个人的身世，更关系到武当派几代人的恩怨。七星剑在死亡谷。我听说死亡谷中每迈一步都很凶险。若想救他，便是你死，可得想清楚了。我今日要替天行道。我怎么能只记着家仇，却忘了国恨？救万民于水火，这才是仁者之本心。